Hello， 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又到了我们的八字月运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甲子月啊，今年的阳历最后一个月了啊，也就是阳历的2023年12月8号到2024年1月5号之间的十天干运势。这个月呢，会是一个很完美的收官月，我有很多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与此同时呢，我最近正在疯狂的马年运，我们的2024年的甲辰年的全景展望我已经发到我们油管频道了，在之前的视频里，而文字版呢，我也已经发布到了我们的公众号猪猪精水。那我们团队还有一系列的热腾腾的年运即将出炉，哥哥姐姐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包括紫微斗数啊，还有我们的八字的生肖年运，还有一些神煞方面等等，大家敬请期待。那在迫不及待的展开对甲辰年的畅想之前呢，别忘了我们癸卯年还没有结束，还有甲子跟乙丑这两个月。事实上60个干支组合里面啊，甲子跟乙丑刚好是带跑头棒的两个组合，所以其实这两个月是我们为了来年蓄力的非常关键的时候。明年冲得快不快，其实要看我们在今年年末的这两个月，还就是阳历的12月，还有明年阳历的12月，还有明年1月，我们的准备是否周全。那首先我要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未来的两个月流年和流月的干支组合之间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和谐顺生的关系，水木能量是非常纯粹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氛围会比较轻松。通常年末的水的这个水月的信息我经常会说人事物的流动性会比较强，例如刚刚过去的这个11月癸亥月，有很多这种大水冲刷的这样的一种流动感。但是未来这两个月呢，由于水木是顺生的关系，而且木能量会开始占据主导，所以呢，它也会帮助我们把之前那些流动错综复杂很多的那种思绪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转化成一个比较有这个架构性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型的思维框架。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的状态也会从前两个月的这样的一种顺其自然的去观望啊，然后像这个比较有计划的去展开行动方面去发展。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个年终的总结，再加上一个来年的展望，对不对？所以呢，不只是我在疯狂的写年运，你们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家都要把在这两个月把2023年好好总结一下，因为水木这种年华水金木华其实是最藏灵气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最近呢都思维会很有条理，就是智商都会上线。那我们好好的去总结，好好的去展望，其实就是对我们2023年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收官礼物了。再来说说纳音，甲子呢，这个纳音组合叫做海中金，它是一个沉甸甸的这样的一个躺在海底还没有被冶炼出来的一个大金坨坨，它象征着事情还在发育的初期阶段。虽然呢它并不是很精致还不是 Tiffany，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分量感的。所以呢海中金它是一个非常稳重靠谱而不那么轻易为外界环境带节奏的干支组合，所以这个月呢我们也会感受到回归内心，找到非常坚定的内在力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我们的内核稳定的时候，往往才能扛住外界环境带来的诱惑跟压力，释放自己最真实的愿景。那所以这个月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就是一些你没有跟别人说过，因为你知道肯定会被打枪，但是就是虽然单身了半天你还是很想做的事情，或者有没有别人一直都很不理解但自己还是在默默坚持的去一些理想那在这个月的话，我呢就代表宇宙给你们支持，你们就是应该默默的笃定的开始这个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但是甲子这个月份一定会给你们开一个好头。那接下来我还有更好的消息这个月被充分滋养但是又不是很具有破坏力的这个甲木能量呢，也为癸卯年和甲辰年的过渡搭了一个很平稳的一座桥。在我的2024年的展望之中我有写到明年的甲辰年呢貌似是阳木和阳土之间的交战，但是其实不会有土木崩坏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尘土是含水木的很有滋养性的土，所以呢实际上明年会是甲木能量深钻到地底去抓取土里的这个养分的纵深，把自己的根系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考验的就是一个决心跟耐力了，土年嘛我们总是就是要埋头苦干。所以在2023年如果已经小有成就的各位明年还不是炫耀的时候，一定要独自在深钻你的业务领域争取去知识的
或者是领这个资源的上下领域去纵深，占领一些解释权，占领一些市场。那2023年如果哈、啊、很随呵呵，经历了很多变动还没有缓过来的各位呢，2024年也我很确定哈、啊，你们也会抓到一个主心骨的，心态会沉稳下来。而甲辰年的氛围呢，其实跟这个甲子月呢是比较不谋而合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月哈、啊、定来年的目标计划，就一定会非常靠谱。在五行方面的话，这个月因为癸水得禄，甲木逢印啊，所以呈现了水木双强的一个局面。地支的流年的地支这个卯木哈、啊，现在有点被子给刑到，就会有点受伤。但是总体来说并无大碍。刚才那个刑到的卯，我会在乙木的那部分专门给你们讲一讲。而金火土这三个能量，我们依然在休眠之中啊。五行能量的方面哈，金我们就打一颗星吧，然后水木的话分别是五颗星，火土也都是一颗星。需要提醒的一下是八字地支带五的小伙伴们哈，这个月你们的牌里面的能量是有比较强的水火能量对冲的，常见的问题包括哈、啊、身体上是心血管疾病的爆发，激素系统的问题，这个就是很多了啊，那糖尿病是一大堆，还有女生们你们的激素系统紊乱导致的妇科的一些毛病，包括还有一些肿瘤的滋生等等，所以我非常建议哈，在这个岁末年初之际，身体检查主要就是做心血管系统还有激素以及妇科系统的检查，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发现是有肌瘤、囊肿的哈、啊，乳腺这些也要看一看。八字中还有啊，就是带卯的各位，那各位你们的神经性病毒的感染概率就比较大了哈、啊。卯木在背刑，那人际关系的话，因为有子卯刑，我不知道在哪里哈、啊。如果在月柱、年柱就比较危险一点，可能会跟一些人反目。反目的原因是白眼狼，那可能是别人白眼狼，你对他好，他又不领情，你就不伺候了。那有可能是你是白眼狼，他不伺候你。那我觉得大家如果都不是坏人的话，就争取好聚好散，好不好？这个月的话，因为干支五行是顺生的，所以我依然是把同样的五行元素打包就一起讲。好的，首先我们来看看甲木跟乙木组，这个月我给你们的标题是可以去看看别人，然后再想想自己。别误会啊，我不是会让你们去攀比或者是去卷，而是呢我们可以顺应天时啊，关注一下你周围的小伙伴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不去关注，我告诉你他们也会主动告诉你们在干什么，你不可能不被他们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啊，在搞清楚周边的这个情况之后哈、啊，你们心里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再比照一下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定一下下一步自己的目标跟计划。反正你们肯定是会承受到来自外界的这种环境、人的语言啊、气场啊，刷到朋友圈这些都可以影响到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干是你们的比肩劫财的能量，这个就算你们在家闭着眼，我跟他说嘛，都会感觉到他们同类的气场在影响你。可能会比如说你去工作的同组小伙伴就晋升啦，跟你一起做的同行他们有什么新动作啊，跟你的同龄人现在哎，是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啊，包括甚至是一些新闻，比如社会调查表示你所在的什么年龄组啊，然后性别组啊，或者是收入组啊，动向如何等等，其他人在干什么，像这种新闻，总之呢周围的人都会影响到你。那既然避免不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正视它，因为明年一整年都是甲木的年，你都会去正视到这个问题，不比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去看看目前的这些气场呢，它的影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是好的话，那我觉得你自己内核都很稳健了，就是你可以去正视别人的优秀或者是不优秀，然后呢就是你就去尽量吸取他们里面的好能量。比如说你觉得谁过得挺好的，他明明跟你是差不多的起点，现在混得比你好，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就突然成功了，那你就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个借鉴或者是 role model 等等，激励自己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啊。那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更自洽、更乐观、更积极有目标。我觉得如果你们是甲木乙木都可以做到刚才我说的这一系列，你们已经是你们这组人里面最优秀的一组了，你们只会更加的优秀。而大部分的我知道你们是好面子的，可能这些比对的信息会给你们一些负面的，就比如说啊，就是你就是看不惯啊这些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他明明没有比你好，哎，怎么还成功了等等，会有点不爽。其实呢我觉得呢，你们可以把这些人当成比较好的镜子照到。你要知道哈，你不爽他的点通常都是你看到你的性格里自己有的缺点，然后你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你看到你有点隐隐的
也可能往那方面走，你就特别反对，你就不想成为那种人，你不想把你性格的那面给扩张出来。所以其实照照镜子也是好的。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通过哈看他们，观察他们，知道更明确自己如何跟好的东西和平相处，跟不好的东西也是和平的平静的去远离它。其实这也是自我成长很重要的一步。我知道很难啊，加油，明年一整年都是呀，尤其是甲木们，你们的福音年呀，对不对？你肯定要去正视别人的优秀或不优秀，从而给自己定位的。然后呢，你地支印星也是很强哈，今年的印终于在今年这个整个印年终于在这个月落地了。在上个月的介绍中我已经讲过什么是你们的印，其实就是内心要去吸收很多知识，去学习，还有自我成长，进入自我进步的，这样的把自己着重，把自己搞得更壮大的这样的一种吸收性的能量。你们是木日元，你们本身就是自生动力很强的哈，内生动量很强的人，就是真正的领悟和成长往往哈，你们都是默默的留给自己去进行的。这个月的水木能量一定会让你们更加坚定的就去做自己水生木嘛，对不对？只需要提醒你们一点哈，八字如果是水过多或者是全盘不见火的那群人，那注意要注意哈，情绪抑郁的问题，还有神经性病毒的感染，还有皮肤病都等等。这个上个星期我已经跟你们上个月已经跟你们聊了一下了。甲木们，这个月的话，你们的话是天干是比肩，也就是你们的福音哈，然后地支会是正印。经过这个，就我觉得一个月会是明年的 preview， 你提前去经历一下福音运的洗礼，这个月压力应该会比较大，你忽然就会对自己要求很高，方方面面的要求很高，很挑剔，你们又好面子，我觉得不可避免的会，如果看到别人更优秀，你会很慌，然后给自己压力就更大。当然内心因为有印在，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做到思虑周全啊，把自己呈现出来的作品或者自己的状态调到更好。那我们就看看你们会憋什么大招出来吧，期待你们啊！我觉得高压下你们会更健壮，做出更好的东西来。而乙木们这个月的话，天干会是甲木劫财，地支会是枭神落地，你们会特别特别特别容易被外界的人事物信息全部影响到，周围的那些人似乎又一个个特别牛的样子，要么很有立场主见，要么天天就那 bragging， 搞得自己混得很好，内心枭神那么强，我觉得你们是特别敏感，很玻璃心的，很容易被周围的这些事情就是觉得，自己 feel bad about yourself 这种哈，或者是有些很累这种感觉。答应我哈，我觉得你应该强制性的让你的神经系统每天休息8个小时，不要去刷各种朋友圈了，你刷出他们多好，这个时候你们处理不了，消化不了，很有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更烦，睡不着觉，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把它放到一边吧，不要玩手机了。在事业跟财运方面，分喜水木和忌水木的吧，来聊一聊。火土金呢，它都是现在在偃旗息鼓的状态中啊，跟你们没什么关系。那喜水木的各位，其实这个月为明年奠定基础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你们一定可以把它做好。因为呢，周围人现在都是你们的关键资源哈，要尽量去社交。尽量去加入到目标的群体啊，这种社交有平层的社交，也有上级的社交，因为水跟木都是用神，水木都在线啊，多么厉害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去多结交一些新朋友啊，或者是哪怕跟人随便聊一聊，你们只要能抓住人，你们就能抓住一些机会，事情会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你们根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如果你洗水木，你早就忙起来了，你前个月都开始忙了，你这个圣诞节会更忙。而且都是跟人应酬的，当然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一定要细细的去品味一下，你接触这些人，他们到底在关心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因为这会是你们未来事业的契机。好，贵人方面，刚才说了，不仅有同级的贵人，一般会是一些，比如你的客户、你的熟人、你的好朋友等等啊，当然也会有上辈的这种贵人哈，他通常都是你们的领导、你们的这个。甲方爸爸，或者是你们想很尊敬的一些大人物等等，因为现在的印星在落地中啊，那你们搞定他们的能量特别强，面对这些长辈、大人物、领导哈，你们一定要摸准一个字，就是慢，慢慢的去琢磨他给你的问题，然后细细的去品味他说的话，然后还有就是主动去请教他，体现出你的细致跟沉稳，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牛人们就是喜欢能听得进话，而且不要焦躁的后辈，
所以这个月的你们只要表现这样，就会吸引来贵人给你们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机会。甲木们，你们一定要注意打造一个谦逊的人设，你们的现在申请运、学习运、升职运，然后往上去打通上层，让你们地位跃升的运是特别特别好的啊！不知道你们是学生还是职场人，还是自由职业者也是一样的哈、啊。有应运在，很有可能上面的甲方爸爸现在就很关注你。这样，反正这一切才刚刚拉开序幕，明年全部都是这个你们的福音年哈、啊，加油！就是要自我高要求。而乙木们，你们这个月呢会被夹在周围的大佬中间，可能要去各种调停一下。当然呢，调停是你们的强项啊，你们很会就是在乎所有人的情绪。但是这个月的话，你们的印星哈、啊、是枭神哎，而且会行你们的这个月本来就今年本来就有的禄神，所以很有可能会你们的好心被人当做驴肝肺蹬鼻子上脸。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表达其实可以直接一点点啊，就是你要调停可以，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达清楚，而且你把自己的立场要传达清楚，不要猜来猜去引发误会，这个特别不好，因为枭神在哈。还有就是最近你们很容易去怀疑别人，或者是把事情往坏了想啊，凡是心里转八个弯没有必要，转两个弯就可以了。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想到坏到十分，其实它只有五分 OK。 那积水木的各位，周边的人如果让你自我感觉现在很差，很不想说话，很厌倦，很颓丧的话，你们可能不得不暂时要远离这些人群啊。他只要就他不是坏人，他也没有说什么坏事，但是你接近这个人你就觉得颓，或者觉得紧张，就觉得烦，那你就不要接触他们了，你默默的去接触一些简单单纯的事情。最简单的就是小朋友，谁的侄女啊，小动物，对不对？你们社区里的小猫小狗，然后还有就是看看漫画，看看弱智点的卡通，追追星啊，然后或者是修身养性一下，去接触越简单纯粹的，绝对是让你很放心的正面能量，就去吧，就那种很简单的小宇宙你就去啊、还有一些是基本不用过脑子，只带来最就是最基本的原生这种生理感受的快感的，也是去对抗这个消印作为负面能量的，或比劫作为负面能量的最直观的方式。刚才我说的那些都不用过脑子，只是身体心灵上的条件反射的愉悦，就包括比如说运动，对不对？它就要分泌一些什么内啡肽，然后还有就是跟喜欢的人聊天，还有就是美食啊，包括旅游等等都很好。在桃花方面，甲木们最近比较在严格审视自己的 relationship 啊，福营运来了啊、要搞感情还是不要搞，跟谁搞，最近你们的态度其实是严肃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好死不死看上你们的人其实是不少的，尤其是肉欲桃花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你们在沐浴状态啊，甲木。 well， 那乙木们，你们把桃花用在人际跟事业的关系上其实会更靠谱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丙火跟丁火，火人们厚积薄发，这个月就要看你们的咯。经历了上个月的高压气场啊，官杀一起来，我有吓你们对不对？有没有被吓到？有没有感觉一下官杀一起来的酸爽啊？肯定会感冒啊，很多人会感冒，很多人会压力很大，卷事业等等，还有些人就是在躺平。但这个月的话，气氛会和缓温柔许多，很多事情最难的那一步在上个月你们已经开始了，希望你们开始了，你们只要把第一步在上个月迈出去，后面的发展就会变得有条不紊，因为你们的印星已经开始来了，官印相生，压力就会化作实际的一步一步的思绪步骤，不急不徐的就会开始了。那2023年其实一整年都是你们的官杀再加上消印的一年啊，你们其实我非常相信你们长大了很多，今年你们在扛责任还有深思熟虑应酬帷幄的这个事情上已经走了很久，都到十二月了，这个月的话你们官杀得禄，然后同时印星透出天干，哇，这个时刻给你们翻译一下哈，就是之前那些飘在天上想来想去，或别人来找你谈来谈去没有落实的那些事业机会，在这个月终于会被你们亲手抓下地来开始落地执行，事情一旦启动哈，那个印星一透出电感，新的学习机会、新的资讯、新的世界
新的贵人都向你们打开了，所以你不开始永远不知道哦，还能有这样子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哈，我给你们其中一些人疯狂打鸡血，就是洗水的那群人疯狂打鸡血的原因，因为上个月的行动力是最强的，机会也是最多的。这个月的话其实节奏会慢一点点啊，然后会稳一点点。还有就是另外一群怕水的伙人们，上个月的话你们，我就让你们躺了就算了哈，因为可能要遭受健康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躺一下也没有问题。这个月的话也是好消息啊，没有那么痛苦了，曙光已经到来，木能量在大概率上会是你们的用神啊，如果是的话这个月就会强势登场，你们的运势哈就会峰回路转了。首先精神会好，身体也会康复，双双上线。还有呢，你们会化压力为学习的动力，会接受到许多热心人士还有外界的有用的资讯啊，各种人都在帮你们，宇宙都在帮你们，让你们去学习。所以呢这个月的话就当一个好学生吧，主动去请教，然后打开你们的眼睛，多看看世界别人在做什么，去学一学，不会的话模仿开始都可以。你们这群人中还有一小波人上个月干嘛，赌性爆发吗？对不对？官煞那么强啊，有很多危险的投机的想法，这个月你们也会冷静下来，更加周全的思考，把事情做得更滴水不漏啊！我觉得真的忌官杀的千万不要在官杀月做什么风投这种事情，哇天哪，会帮人就做一些摩擦擦边法律的那种事情，哇太危险了啊。好，丙火们，这个月你们面临的是天干的枭神啊，然后但地支是正官星在落地，今年一直是你们的正官年啊，这个当领导扛责任这个话已经在我的月运里多次出现了，我今年给你们年运就叫当官咯，对不对？你们肯定已经当官了啊，但是如果还没有当官的话，这个月的话官星落地你们也必然当官了，或者已经当官了，这个月的话你就会更加去扛责任啊，就接触到更实质更重要的一些项目。你们一般来说负责人的这种身份肯定是会做实哈。职场中的丙火们这个月的话很有可能会收获某个职位或者是升职，而求职中的丙火们这个月的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要加油啊。丙火，因为我你看我都没有说喜剧用神，因为木也来了哈，管你喜还是忌，反正官印相生啊，这个求职太有利了。而学生们一样的，哎，管你喜什么，反正这个月的申请运势非常不错，刚好也是年底申请的旺季，要加油啊，去套词。与此同时呢，天干的枭神会给你们一些事情的一些直觉，这些直觉你解释不清楚啊，你可能是会对未来有一点警惕，或者是有一些变量啊，你现在提前开始先想啊，你觉得可能会出错，关注一下你最近的梦境，还有你产生这些直觉的场景，我觉得你很有可能会精准预测到未来两年的走势啊。好，再来丁火们，这个月你们面临的是天干的正印还有地支的七杀落地，哇哦，这可是要搞大事情的节奏哦。今年呢是你们的七杀年啊，七杀是关于梦想野心，然后把事情做大，局面打开啊，这样的，那一直在天上飘着，现在的话这个月就落地了，所以上个月希望你们会有努力的去开拓一些新的事业方向，如果有这个月的话，这些项目就会真的开始执行，转型啊，创业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个月你们一定会见到收获。不仅如此哈，刚才我说的这个杀星一来，印星又来了，还是正印星啊。你们丁火多多少少都会喜欢甲木嘛，对不对？这个月的话，就是你只要开始敢干，有野心，你会发现有好多信息在帮助你，你会越来越走上正轨，眼界大开啊，一下子你的档次又提升了，肉眼可见的为2024年开了一个好头，那加油。如果还没有开始什么事情，哇哦，丁火们，这个月你必须要抓紧啊，杀印相生的运势是不会眷顾那些这个在那躺的人的，你一定要胆大还要心细啊，天天担心那，天心 担心这，啥也不做，你只会错过杀印相生的好运啊，敢闯才会赢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加油。在事业财运方面啊，喜水跟喜木的，如果说上个月的机会啊可能是铺天盖地的有点砸向你啊，就好运来的太多，你可能还消化吸收不过来，这个月就友善多了，你有时间消化吸收他们，有一些终于落地这个工作哈，大家就要开始啊，你真的要开始做功课了哈，
然后一步步想去怎么做，按图索骥的去找一下历史经验哈，对不对？看看相应的规章制度，一定会有你需要求助的时候，你求助到的资讯平台前辈领导都非常靠谱哈，一定要 reach out。 放心，你只要想做这件事情，一步一步来，肯定可以做好。山阴乡试的于是哈，如果无论是对习水还是起应的人来说，都是节奏感恰到好处的。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杀心太多需要硬，那你可能太急于求成，但这个月的话你心态就会很周全很稳，在细节里面把握得特别好。而如果你是硬很多喜欢关心，那你就太磨蹭了呗，你太磨蹭这个月的话，关心一来你紧迫感上线，你没法磨蹭的你自己就推着自己往前走，魄力会很强。总之呢，去从接受任务到分析任务，然后到制定完成任务的计划，到开始调动资源去执行这个任务，这个月就这么一步步办吧。财运呢，在你们获得 offer 的时候自然会体现。那对于忌水或忌木的 火人们来说，我分开讲。忌木的话你是忌硬，那这个月的话你会有些思绪过度的问题啊，不严重啊，但是有点内耗，如果发现的话你就告诉自己你是在庸人自扰啊，那你耗你耗耗你还不如耗别人，你内耗干什么呢？你什么叫耗别人？你说出来嘛，你告诉别人你在纠结担心什么啊，然后就是别人你这个时候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天天在那琢磨是这个事情，他反而会对你放下戒备，帮你分析。那因为我很确定你们官杀现在特别强，你们现在想的那些事情，内耗的事情肯定不是你自己，肯定是一些什么集体的利益啊，什么大局的走向啊，什么别人对自己的感官，就别人怎么看自己啊，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事情一个人可能想不明白，你确实应该多多去请教走访一下各方利益团体，跟他们说出你的担忧吧，他们会帮到你。那积水的话，这个月你们就是还是压力山大呗，上个月都压力都如泰山了，这个月的话就小一点的山嘛，对不对？感情事业上都是这样子的，怎么都比上个月好呀，有木来化水嘛，并且生火。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通过主打一个学习进步投资自己，就可以化掉这些压力哈。没事的话也可以请教一下前辈。加油嘛，你们忌水的话这个月几乎已经是水的最后一个月了，下个月乙丑月都没有啥了，然后明年都没有什么水了，水特别弱，所以你们的好运马上就来了，就在前方，今年是这个月是最后一点点，好不好？学习真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有甲木在哪还能帮不了你了。好，桃花方面的话，女生们的桃花终于向靠谱方向发展了啊，这个月的话因为杀印相生，交流会变得很顺利啊，杀去生印干嘛，你别只是暗恋他或明恋他，就走一个荷尔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好好去聊一聊人生的理想，聊聊三观，未来的构想，这种深入的话题哈，是时候深入一点点。丙火们这个月找到 soul mate 的机会几乎是这几年最大的，你正关心可在落地啊，对不对？我觉得你们会有一大波丙火妹妹们会快速的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而丁火妹妹们，你们这个月的话，哇哦，会更上头哎，七杀星透干，对方可能魅力十足啊，完全绽放，那就要看你喜不喜木。你要喜木的话，那波人哈，因为你的正印在七杀去生正印来生你，那这个正缘的感觉，这的几率也是很高的哈。好，接下来是戊己土的小伙伴们，这个月你们搞事业的心正在登顶。上个月呢，你们做了很多事情啊，财星月，这个月的话，你们还会接着做很多事情，而且官星月来了，你们要做的可就是大事了啊！具体来展开讲一讲。首先呢，上个月的话主题是财星啊，正财偏财都在，相信很多跟利益、日常的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情，或者是大型的投资决策等等，你们都过了一遍手了啊。这几个月的话，其实都是财星嘛，对不对？但这个月的话是这个流年一直在的正财星和偏财星，对不对？在地支落地了，所以呢，就是之前啊你们过手的那些东西这个月可能叫签约了哈，比如说 offer 合同，然后什么你们的房屋要续贷款等等，你要正式签署，或者是有些钱正式要花出去，有些钱正式要入账等等。不仅如此哈，我觉得涉及到更大的金钱的细化哈和决策也会在这个月成为你们的新任务。关注好这些任务，他们会是你们2024年的事业的前哨，做一个好的准备是非常必要哈。这个就是财星去生杀星，举一些例子，
现在的话啊，比如说你的职场收入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并且可以保证了，啊，现金流都就在那儿了。那下个时候，你官杀就再透出来了，你就应该筹谋下一步了，是否要去更好的平台，或者是接受就是不是要跳槽等等，或者去接受更有挑战性的工作项目内容等等。就现在不是完全关于钱了，是要关于前途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做生意现在已经稳定了哈，而且这一切都不需要太你操心了，那就干嘛，你这个时候官杀来，你可能就要考虑是否要去追加投资，把那个经营规模扩大一点点，或者是开发新的市场了。还有呢，就是比如你是一个投资人，你现在投资回报已经到天花板了，财星呢都在那儿嘛，你摸透了。好，现在官杀一来，你就要想想是不是要往更有风险的方向，同时回报率也更高的方向去跃升，来获取更高的回报率。这个都是财星去生杀星啊。这个生活场景只是2024年的一个前兆，我说了，因为2024年全部都是官杀能量在透干。所以其实你们用财星去生杀星，你们要了解它的本质就是有了资源，然后呢就用资源来调动起更大的局面，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们土八字天星是比较保守的耶，我觉得在投机倒把方面你们并不是最猛的一群人，但是现在既然搏一把的机会来了，而且2024年还要来一整年，为什么不体验一把呢？万一你一搏，这个梦想就成真了呢，对不对啊？加油啊，戊土们，这个月的话，你们因为是正财星在落地，七杀星在透干，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你们在既有事情上是很稳重的，勤勤恳恳，该赚该花该付的钱一分都不落下，事情会处理的细致体贴，那这个时候别人就都会看到你，因为看到你的细致体贴稳重，所以我觉得更大的机会此刻就会向你们招手，包括创业转型，开启新的业务，新的合作邀约等等，它一定会让你心动。明年的话，一年都是你们的七杀年，是你们闯出新的事业局面的好时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月其实可以小小试水一把，如果交一点学费的话也是值得的。但是如果是论纯赌博纯投机，风险系数太高的话，那你要一定要看你是否喜水木哦。你要不喜木的话，你可千万不可以去尝试，因为财资生杀的相位可以非常的危险，如果你是忌七杀的话，你不小心就会成为骗局中的一环啊。而己土们，这个月的话，你们是偏财星在落地，正官星在透干，那就是表面上你们还是稳的一批啊，工作跟人际关系里面你们都中规中矩，你们本来就中规中矩啊，你本来就是好人，就好人样子，非常靠谱的样子。但是呢，我非常相信啊，你们内心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那个小心思可多了，偏财星在地支嘛，对不对啊？也许是有一些投资啊，已经开始暗中自己默默进行了，也许有些男生是在内心暗地里还有跟其他的妹子撩啊等等这种，反正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忌来控制自己的投入啊。比如如果你喜水的话，偏财为用生，好啊，那你就这个月走一波短线，只有这个月了哈，明年下个月就没有了，去以小博大一把，短线投资一把。但是如果你忌水的话，那这个是大破财的相啊，那个偏财星落地，我觉得我都拦不住你，那个他一定不安分啊，就是你们本身就是己土嘛，十天干里面想法最多也最会藏的一群人，一般什么事情呢就不轻易表露，那最坏的情况就是偏财星在地支里面给你搅局，干嘛，就是你内心动了一些邪念去做了一些投资，哎呀被人骗了，然后闷声进了坑，你也不好意思跟其他人说，自己就默默的扛，这多不好。或者是闷声的，就是在男生啊，在感情里面容易被女生牵着鼻子走，然后也不好意思承认等等，私系很被搅动，被他骗钱等等，这个就很差哈。你注意哈，这个忌水的你们不会不知道，11月你们会非常衰，如果11月都已经很衰，或者出现被人牵着鼻子走啊破财的迹象，这个月的话请你们自行了断一下好不好，彻底清算一下可以吗？好，在事业跟财运方面，我们要分喜水木和忌水木。喜水木的各位，你们会延续上个月的好运势，继续变现，继续入账哈，哦，爽啊！那不仅如此的话，水局生木，当然会有更多的事业邀约来。你们一般来说哈，官杀来，
它其实就是你们会接触到一些更好的平台，有更高层的合作对象等等。那愿不愿意接受这些大平台的约束，就是你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啦。那你看你喜不醒目嘛，你要是不醒目的话，你还是谨慎一点，醒目你就冲啊。这个月的话，醒目的话，你不仅有钱，那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就在这里开始出现，这是第一个大台阶。2024年还有很多台阶，你必须得上啊。赚来的钱的话，如果可以用来撬动更大的格局，我也建议你们不要去心疼它，就花出去。明年一整年的话都是一些事业年哈，为了攀登更好的平台，我觉得你们可以先给自己置办一些行头，好的衣服，对不对？或者是好的装备，更新一下自己的履历，把自己整得体面一些，加入一些俱乐部啊，什么都行。很快我觉得你们就会接触到高层上流阶层，还有大平台啊。还有做生意的话怎么把握呢？那你就是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升级了嘛，有店面的装修，产品的升级，新客户啊，然后扩张市场等等，这个月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在求职和寻求跳槽的人的里面哈，你们洗水木的这个月成功几率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你们可以把薪酬定高一点点，气势绷足一点点，一定脸皮要厚啊，你能唬住对方你就赢了。那忌水或者忌木的话我分开讲，如果忌水的话你们忌财星，那这个月还是穷呗，对吧？尤其是那个偏财星那组谁啊，吉土门啊，你们千万不要去那个投资啊，买买买也就算了，年底嘛肯定要买买买啊，这没有关系，但不要赌博啊。忌木的话这个月的话那就麻烦了哈，因为你们开始这个忌神登场了，明年一天都是官杀为忌，你会明显感受到来自事业感情多方面的撼动，还想要改变你们的节奏，这个感觉其实并不陌生。2022年那个甲木年呢，你们中很多人应该就被一些事情强制改变了节奏啊，尤其是戊申日的还有对就戊申日寅申对冲啊，你们不太喜欢土木的相撞。2023年的乙木能量会稍微温柔一点点，但是呢也是从细节很多渗透到改变你们的生活的哈。这个月的话甲木能量又要出现了，并且2024年一年都要在，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什么呢？事故啊，一些突发状况，或是一些环境政策市场的突然改变，突然的失业，突然的面临官司纠纷等等，它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身体上你们也需要注意一下神经系统肠胃系统方面的突发状况。好，在桃花方面哈，男生们你们会继续延续上个月的这个桃花运哈，并且还有稳定下来的趋势，希望好的感情呢让你们成熟起来，变得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但是忌水的就清算一下好不好我以上说的只针对于喜水的。然后女生们的话，你们的话桃花哇，我在消失大半年之后甲木终于上线了哈，终于又有了木土妹妹们，你们有怦然心动的对象会比较多哈，而吉土们，你们和稳定的对象走进谈婚论嫁的阶段的可能性比较大。单身的你们呢，则会有机会遇到一些一相处就知道很能过日子、很合拍的稳重对象。不着急啊，我觉得可以慢慢处。2024年还有很多机会在等你们的。好，接下来是庚金跟辛金组哈，那加油啊！这个月你们坚持打通关，就一定会收获到满满的金币，呵呵，加油加油！这个月它还是你们的食伤月，但开始财星出现了，继续持续上个月的享受生活，再加上追寻自我、真实自我之路的这个同时呢，我觉得可以现实一点点，考虑一下跟钱有关的各种议题，他们一定会粉墨登场，占据你们的生活。我就是基本确定你们会在这个节目日买很多的东西，会超出预算，所以你们一定要先计划好清单啊，超也不要超的太多嘛。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你们这个月的食神伤官星在地支得禄了，并且财星还透出天干，这个就是八字传说中的食伤生财啊。这种运势啊，在日常生活中最广泛的体现就是我心情一好我就放松了，我一放松我钱就花多了伤身材因为你们金命的哈，是一群很有审美洁癖的人，对细节要求特别高，所以家逢圣诞元旦年底应酬，那可能样样装装都想买好的，那免不了你的钱包会大出血。重点来了哈，其实时尚身材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体现方式哈，咱们这么用才有意思，就是
在追寻自己的那个热爱的事情的过程中啊，听好了，通过自己的技能提高，让自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从而将兴趣爱好变现。哎，我骑自行车，我越骑越好，我就变成一个骑行教练，我就赚钱。这个就是时尚生财。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专注，第二个就是坚持。注意啊，这很重要。今年你们的食神伤官身其实一直在天干在漂浮的，相信我觉得你们今年都已经拓展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了，但是很多都是打打酱油的心态而已，并没有全新的投入。那么这个月的话它落地了，就是把它彻底钻研透，彻底的 master it， 让它成为自己的资本的时候，比如说你通过考试，通过考一些资格，考一些证照，赢得某种专业级别的奖项等等，让你成为真的是一个你知道牛人达人，被认证的人，这个就很好的把时尚就落地了。那如果你的时尚因为被认证了，那这个月它就肯定可以给你们变现，因为财星也在，天干还升得特别的旺，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各位啊，一定要把现在手上能考的试啊，可以考的证照都安排在这个月冲刺抱佛脚去考啊。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从事一些需要输出的工作，比如说你要说话，你要表演，你要写作，你要创作等等，这小伙伴们这个月你也应该集中起来，就是去冲你的 KPI， 你的变现和引流效果都非常的好。庚金们，这个月的话你们天干漂浮的是偏财星，而地支落地的是伤官星，此刻的你们输出效率非常的高，个人表达极具风格，分析能力也上线哈，哇，这么多好话都是你们的伤官落地哈，还有表现欲要拉满。这个时候什么天干的漂浮的财星就被拱旺了，偏财星就会可能有人被你们忽悠到，合作你们赚大钱，跟你们合作赚大钱，搞大投资等等，纷至沓来哈，一定要仔细甄别这些机会是否是靠谱，以及根据自己的用神定，千万不可一时冲动全部都应下来哈。有一波职场人呢，你们上官这么强，可能会冲动创业，跑去冲动离职，跑去创业。还有一波，那公众人物是干嘛？那本来就需要时尚嘛，那这些他们。看看这个月谁是庚金辛金的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抢占舆论的高地，迅速成为风云人物。赵丽颖、迪丽热巴，我能想到了，还有谁，张艺兴。好，而辛金吧，你们天干是正财星在漂浮，地支落地的是食神星， OK， 给人的感觉就是细致谨慎，做事不急不徐，而且人还蛮好说话的，好相处的感觉啊，这是好相位的哈，食神生正财，你们就是终于哈有实力的，你们一定会被认可，他就是王道。之前的话，可能你还不是，你就是在那做哈，但这个月的话，别人你的专业能力哈，它就是会有一种舞台恰到好处的体现出来，别人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注意到，哟，这人这么有实力还不嘚瑟，太好了，他就会很尊敬你。那在人际方希望关系方面，这只要你们愿意见人。关系都是和谐的哈，都是融洽的，但是我比较怀疑你们是否想要见人。那事业方面手上的资源是很稳的啊，但也不妨去开拓一些新的其他兴趣爱好，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什么，你们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吧，好不好啊？还有就是大力什么求子啊，养宠物啊，亲子关系等等非常好啊。事业财运方面，喜水或喜木的话，这个月的话，当然就是事业财运双好啦，刚好就是你们的这个哦，是跟财运有关嘛，对吧？那分开讲哈，水如果是喜水的各位就喜食伤，那么这个月的话，你们会有很稳定的个人表达和作品输出，变现率非常高啊。大力的是自由职业者、专业技术人员，还有就是创业者。平时如果你们是不敢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这个月其实我觉得可以但说无妨，结果一定是利人又利己的，别人只会感谢你把话说出来。还有你就是平时工作太紧绷的话，因为你喜时尚很有可能你并没有时尚啊，你一个精命没时尚，那不金刚葫芦娃吗，对不对？太绷了啊，我觉得你们可以请假多休息几天，彻底放松。你喜着时尚啊，那也就是你玩着玩着反而你灵感就涌现了，状态就回升了，那可能事业财运就会更好。那钱的话，这个月肯定是花了才会进来，敢花才敢得挣啊！不要怕，你喜时尚怕什么花钱花。还有就是喜木的各位，就是喜财星啊。那这个月的话，哇，那来了，你假期会很忙哦。In a good way， 上个月的话就只有时尚吧，
我不说你节奏可以慢一点，休闲嘛，对不对？休闲时光上个月结束了，这个月你们会开始处理很多直接跟利益挂钩的事情啊。那庚金们是偏财有关的事情啊，包括注意你们现在的利率的问题，整理一下贷款的问题、股市的问题、大笔的进出款、借贷等等，还有你手上操持的别人的钱，你客户的大金金，你肯定会有很多这种大笔的钱。而辛金们，如果你们在求职，这个月收到的 offer 会很大的啊，正财星啊，还有更多的精力呢，其实是可能会给日常的那种开销用度哈、啊，辛苦你们了哈、啊，正财星为用神，你必须操心，你操的心一定会给家里节省不少钱。那积水木的话，积水的各位，这个月你们就食伤为忌还在，那就继续无心工作，沉迷于玩乐maybe 不同的是最近的话财星还来了，你对花钱这个事情会变得比较敏感哈，所以钱方面的压力会大一些啊，可能你自己因此会对自己的花销有所收敛吧。还有一波人会继续闭关修仙，那还有一波人会迫于经济压力开始去找工作。忌木的各位，这个月的话破财是蛮严重的哈，财星为忌，有计划内的还有飞来的横祸，因为正财偏财星其实流年流月天干地支都在，所以这个时候万就是你们，我再说一次，不要去赌博，不要去投机，你不作死就不会死哈。好，桃花方面，男生们你们的明里暗里桃花是很多的哈，哇，财星年支一个，月干一个，哎呦喂，庚金们呐、啊，你们这个替被偏财星现在不知道被拱得多旺，你们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啊！你要是浪的话，可能肯定会浪出问题。而辛金男们，你们的正桃花现在是在天干出现了，注意好好观察一下，好的话就要坚决发展，好不好？因为明年的话是你们的正财年吧？明年你有一大波辛金男会是你们的结婚年哦。好，最后就是壬水跟癸水组的小伙伴们，哇，这个月是你们的心想事成的魔力时刻啊，新年计划一定要做起来，悬得很，水人们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啊，这个月叫做你们的日干得地，在食伤透干，那就是心里有愿望就都写出来，大胆的说出来，你只要心有想事就很有可能会成啊。你回顾一下2019年年初己亥年年初的话，这个丙寅月好像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神奇的许愿时刻啊，就是那个你们的日元哈、啊，水日元在地支强势得入的同时，天干还透出食伤，这种感觉，所以你回顾嘛，2019年年初你当时在干什么，收入多少啊，有没有一个当时觉得啊，我要是未来能怎么样就好了，当时心里没有一些展望，有的话你看四年过去了，我相信你们很多都已经达成了2019年当时的目标的。还有很多小伙伴洗水木的哈，洗水的吧，是超额完成了目标，对不对？特别是洗木的，那年是你们的甲木的长生点啊，对不对？洗木的话，现在肯定超额完成目标了，他下来要接下来再继续借力，再接再厉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哈，这种神奇的天象来自于就是这个日元哈，日元代表你的自我意识，它很强旺的同时，食伤。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们将所思所想转化为具体的言行和行动的，或者是你的作品的这种能量，就是我所思和我的行动力现在形成了强烈的能量连接，而且是双强，都非常非常的强。水木年这个时候，这种时候呢，你们就是怎么样？一方面会对自己向往的东西特别有感觉，我就想成为那样的人，我就想过那样的日子，而且还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不是乱想，而是自己就是。能把自己带入的一种真实生活场景，它也许离现在很远呢、啊。你会觉得哇，要是那样我就好了，但是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哈，你们现在，你们只要敢想到的 level， 其实都是你们可以达得到的，因为比劫在，它不会让你太飘，应该说它不会让你乱想这种感觉。那么你想的这种关于自己的。哎呀，那样存在就好了，那种状态就好了，这种存在感的话题啊，其实就是上个月我跟你们讲的比肩劫财的东西，这个能量，上个月的比肩能量啊，水是特别的强，特别汹涌，有点把握不住啊，你可能这个上个月你感受，你就是在密集的去观察人，或者是看别人在过什么样的日子，或跟别人交往的过程中，你感受到了就是哇，还有这样的活法哦，原来他是那样的活法，这样的这种所谓的不同的人生存在形式，给了你们很多震撼和影响力的啊，让你们大开眼界。但这个月的话，水能量变得很稳，它不会再泛滥了，
是时候干嘛？静下心来，默默地确定自己的想要的存在形式了。而这种强势的能量的登场哈，再搭配一个这个食神上观星，就可以把你心里那个模糊的愿景那个画面具化成一个个的实际的行动步骤，并且还给你就是说做就做的这样的一种冲动跟热情啊。所以呢，其实你想要什么现在真的都应该写下来，整理成一个愿望清单。就是下一波这么好的运就要到年底咯，对不对？一定要做哈。那壬水们，这个月你们日元哈是到了一个地旺的状态，在地上就叫阳刃，然后天干的话透出的是食神星，那你们最近的气势冲劲都非常足，你对自我要求很高的同时呢，你们与人沟通却很注意分寸哈。这个食神星让一定会让别人觉得你情商很高啊、如沐春风，而且其实你是在布置任务，但别人就会觉得你在指点他们。所以工作上如果有什么想要布置安排的任务，与人沟通的需求，特别是面对后辈等等哈，你们一定要在这个月集中火力安排出去，把它布置出去，效率特别高。而创作者和表演者们，这个月你们是来活的高峰期啊，没办法了，你太优秀了，大家都排着队找你来，注意劳逸结合。而癸水们，这个月是你们日元的灵官状态，就是最好最强旺的最稳定的这个禄神状态得地，同时天干伤官星透出，最近你们的目标感会特别的明确，计划安排还严丝合缝，非常靠谱。忙呢肯定是忙的，那偶尔呢天干星透出伤官，你们也会有想玩的冲动，就发疯，就啥也不管了。 OK， 可以适当给自己安排啊，见缝插针的安排，但是我觉得更好的伤官呢应该用在来点头脑风暴，把创意设计然后奇思妙想转化成实际的行为、这个月你们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哪怕你只是先粗浅的做出一个框架性的设计，那你这个框架都定得特别的对精准啊，细节以后再补充没关系，你先把框架定出来，明年一年的框架就在这个月你绝对能定出来，而且还适合一部分人干嘛，抱佛脚，你就抱佛脚去冲考试加意什么托福做这什么驾照，对不对？写作，然后出 idea， 表演训练，运动员训练等等，非常非常好啊，还不容易受伤，特别好。事业财运方面，我们分喜水木跟忌水木哈。喜水木的各位，那么喜水的话，这个月的话就跟上个月一样，你喜的是比劫嘛，喜的是自己和同类。那这个月的话，最重要的贵人呢，就都不是同类了，是你自己。你一定要把你的计划和目标要定出来哈，你看说了多少次了啊，整整的明年的一整年你不会再遇到水得地的时候了呀，会吗？哦，会啊，在年末，但没有现在这么好，他不会再跟庚子月，对，哎，不是，明年是啥月，他不会再像现在的这么就是水木能量这么纯粹了，所以明年没有一个月是像现在思路这么清晰行动力这么强的，你要加油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会有附加效应，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会好，你会在做自己的过程中收获那些欣赏你做自己的人，那就是高山流水的知音了，对不对？这就是吸引力法则。而喜木的各位啊，这个月的话哇，这只是个好运的开始哦。你喜欢木的话喜食伤，那明年一整年都是啊，今年是一个 preview， 就是干嘛曝光度，还有就是找到自我价值这样的一个运势。如果哈你做的工作就是需要让别人看到你，那请你多多营业啊，就未来这一年的多多营业，你会这个月会开个很好的头，你会眼看着流量就上去了啊。那还有就是找自我价值方面的话，就可能你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平平无奇，不知道自己真的擅长什么，但这个月的话你就能找到，而且你要先做起来，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觉得我擅长什么我做什么，不，你啥都做一做，做一做你发现哎，这个东西做比别人快，这种感觉就是天赋哈，就是在实商的过程中先做才发现的。那些运动员，每一个伟大的运动员都是在做一做的过程中，然后再做一做，再做一做，做一做，越做越顺，越做越顺，忽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我比别人已经好了，这个就叫天赋。所以天赋型的人才啊，时尚型的人才啊，你看梅西那些，他们时尚都非常非常的强，那你以为他们是因为这个有天赋才去做的吗？不是啊，那也是因为人家先要做起来啊，才发现自己的天赋。 OK， 所以实践出自信，一定要去哈。而忌水木的各位啊，这个月依然呢还会比较懒散啊，比较悲观啊，人际关系的话也是暗流涌动，如果关心别人到头来让自己费力不讨好，我觉得不如远离。
比劫为忌嘛，对不对？那破财的话肯定会啊，但是不破在自己身上总比破在别人身上好吧，对吧？这个月就破在自己身上吧，啊，不要去乱投资啊。比劫运作为忌神呢，超破财的。你们呢，这群人又很喜欢用机会情绪买单，对不对？好，那金木的各位的话是时尚为忌，那要小心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太直接也许会得罪人，太冲动自己有可能会到时候后悔，所以呢，凡事留一嘴吧。最近你们的叛逆心肯定是比较重的，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想翻桌子不干走人了，但我觉得你只要把未来目标计划好就行，因为你们的比劫在，我不担心你们啊。如果你本来就一定要走的，在这个月就以一个有气势的结尾收场，那也可以啊，你们把握好自己任性的分寸，好不好？ OK， 最后的话是桃花，因为是水木哈，那这个话就是我觉得喜水的各位继续会收取到很好的关于友情和事业的桃花，壬水们的话到了子月会是同样桃花，现在的子水能量很强，所以要小心一些不伦恋啊、风流债等等的问题。癸水们的话就魅力还是很足的哈，因为你们现在在日元得对中嘛，得地中有伤官在，如果别人看上你，那肯定就是看上你的放纵不羁等等，就是你的真我，你的 true color。好的，那就是这些了啊，下个月会是乙丑月哈，我们今年真正的啊癸卯年的收尾，那我们期待，祝大家圣诞节和元旦节快乐哦，我们下月见，拜拜。